这种身体状况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，如果有其他方法，我有足够灵机去幻想。我真不想承认，但是已经够极限了。当初个领袖的失格性，拢无让我如此绝望。这一次苏正义真正无救了，哪再乎我一点的时间？丢，咱要时间，要十倍时间，我必继续。啊，前辈，自你醒来到今嘛，你还袂困过呢，搁怎样落去？我要困的时间嘛。我真惊失去苏杰，但是我更惊，惊到最后连前辈嘛保不住。嗯，西游神仙圣衣修如，您怎样了？原来是军长，我不输。你的伤才拄好，就这么伤心，身体哪会堪你啊？小如，先扶先生回房休息。嗯，不免。讲什么？你以为你是我吗？身体堪安尼折磨哦。你，我安怎咯？听闻先前军长已经都是保重的丢出一千，当胸一回。讲到那一摆，我也以为家己要死了，幸好最后被老大挖出来。但这次只管要性命决定，军长也参与了。只要你得休养时间，军长难道无任何不舍？算是恢复了真紧，但比起顶一次，伊跳出来伫溪水下做着微散，复原速度有较慢淡薄啊。顶次溪水下的大战，军长已经连动武了，跳出来却连起身拢困难。伊的根基比我差，毋是一点两点哦。在这两次大战之前，军长可曾经历过程度相当的战争，或者舞蹈？当然有啊，也如同现今这样的快速恢复吗？复原速度差真些，老实讲，今嘛这样无啥正常。亡命罪。这是先前阎王鬼道在军长身上所动的卡手，以前不是我所熟悉的亡命水，是经进一步的试验品。军长身上有新一代亡命水残留的药效，我身上有残留的药效，但是我无瘾头啊，也不受控制咯，只剩下一点啊，这一点啊，就这样的忧伤。先生突然问起，一定有其他用意，但虽不红，也是民国有救了。假死的吗？但这个方法对军长来说有真大的风险。